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拜拜，拜初一哦，我们初一跟十五都会拜拜。拍一下这个公司由上往下看的风景，好，再继续走上去。今天很期待中餐的，因为中餐是吃水饺，我打算吃20颗到30颗。但前提是其他人没有要吃，如果要吃的话，那我还是只能够吃自己的分量，就是10颗，每个人10颗。好，那拜拜的话呢，我们今天有两位新的伙伴，他要拜拜，我们汤大哥跟我们的雨涵。那雨涵今天拿香手。那我们进来拜之前呢，我们都会先，稍等一下，我们会先洗手，洗完手之后会念慈悲，好好心中默念感恩是智慧富足慈悲，然后再开始拜。对，这是我们今天拜拜的主角。OK， 好了，以上简单的介绍，我要来洗手了。